妮妮真的太可爱了，从小就兴趣广泛，也敢于在镜头前表现自己。近日就在社交平台晒了自己跳舞的视频，穿着格子裙、高筒袜，头戴猫咪发箍，少女感满满啊！全程对上拍子却配文一本正经瞎跳，不得不说也是很谦虚了。早前妮妮就经常晒自己唱歌的视频，不知道是不是受妈妈的影响呢？还要给粉丝送福利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然后会在粉丝里面抽几个互关。我呢不是那个耍赖的，我就是拿一个，就是拿我的手指在这个屏幕前面，我就抽啊，我看谁能抽到。好了，明天再发那个开箱视频吧，拜拜。